几段过我不是不敢，是没信心。我怕他只是一时冲动，所以我必须把所有问题还有最坏的结果都想在前面。我要是跟他一样不管不顾，我怕他有一天会后悔，那样我就真的失去他了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怂。我没怂。那你现在想明白了吗？我想明白了。放屁！爱情是没有道理的，所以你根本就想不明白。你说你害怕失去他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你已经失去他了，见不了人，也听不了名字，那还不如好好在一起呢。大不了分手呗，反正结果都一样，你有什么可怕的呀？最坏的结果不就跟我一样吗？真要到了那一步，我给你兜着。走吧，现在送你到车呢，再叫代驾。嗯，雅儿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我是真的真的希望你能幸福。我知道，就算18岁那会儿那样，不过一切的去爱吧，再不爱就真的老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种极品啊，千万不能让他给跑了。你赶紧去把他给追回来呀！你，我也得先把你送回去，我再追啊。对啊，对，回家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哎，等会儿，我手机呢？手机？我手机呢？手机？这儿这儿这儿。手机？手机？叫代驾了？对呀，他怎么还不来呀？投诉他。喂，玲儿。代驾，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我本来想去找你的。我听到了。但是他说的，就是我想的，也是我想的。